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红衣无求，莫不是雪月城的新弟子？你是怎么料到他会来这里的？哇，海亮啊！找到了。法兰尊者，那个人你藏不住的。我就饶高猛爸爸，但劫后余却不完美预习开花最将断戈壁秋出茅庐青色不可及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无所谓你的错总不惧破天际渐渐此的谜题情若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烟花一笑便是定西高歌行万里云长心卷可年轮远方怀赠与伤痕敢闯荡才算人生方寸剑棱角激昂青春擦拭过岁月风刃天涯凌云尽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爆炸吗？那是什么？哇，高手啊！哎，和尚，和尚，你要去哪儿啊？跑吗？跑！等等我！白痴，我不是问你要不要跟他们比谁跑得快，我是问你要不要跑路开溜。罗刹堂武功再现世间，江湖中人群起而争夺，这也就罢了，没想到连魔教中人也出手了。竟然还是没有完成师尊教育的任务，说起来实在惭愧。面对白发仙那样老一辈的高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唐施主不必过于自责。哼，你那师尊也是，就没见过这么坑自己弟子的。瑞，不可胡说。哼，难道不是吗？你看人家无双城大师兄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一排师弟跟着，别的不说，就算有什么危险那也能有个照应。
再看看你，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连一个靠谱的帮手都不带着，也不知道你那个师尊是怎么想的。不是还有我呢吗？我说的是靠谱的帮手。你，哼！师兄，别苦着脸，等回去我和我阿爹求个情，他们一定不会责罚你的。师妹，你还是想想你出逃这件事怎么向师尊交代吧。师兄，哼，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取笑我，你也太过分了。郑重地跟你说，你难道真的不打算？他们往哪儿跑了？那边。追什么追啊？你难道还真想亲手把他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这不是还有你吗？我早说过了，我不会武功。可你这轻功身法，不会武功还不得学些轻功，不然怎么逃跑？可那天在客栈中一手一挥，光用内力就把客栈大门关上了。那是早就做好的机关，专门吓唬你这种菜鸟的。那你还要去追那和尚？那要不我们逃跑。唐施主，这一路路途遥远，从美人庄带出来的干粮已经吃完了，现在车上只剩下前几日采的野果。大师莫担心，前面不远就是我们雪月城的暗庄，我们可以在那里进行补给。哎，你们看见我家大黄了吗？刚才好像还在这儿，怎么这么一会儿就跑不见了？不行，我要找我家大黄。咱们先上路，他过一会儿会跟着气味自己寻来的。哼，你心里就只有那个天女蕊，一点都不把你师妹放在心上。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我阿爹。应该走不远，不妨事，还是寻找一下吧。哼。怎么不追了？这是大梵音寺。既然到了，那还不进去？对呀，进去。
想不到我钻研念珠降魔神通20年，却敌不过两个小童。师弟，今天这大梵音寺咋的了？这是咋来这么多人呢？这些是啥人呢？还不快把他们赶出去！师兄，这人什么来路？睡梦罗汉拳，佛家类似的武功，好像只此一门。不是睡梦罗汉拳，他是喝醉了。啊，真的醉了？师兄，这些是啥人呢？一个醉酒的和尚能有多大能耐？装神弄鬼，让我来会上一会。你呀，不吃肉，不喝酒，不好色，对这破戒刀的领悟总是还差了些。师叔，师叔，师兄啊，还别摇头了。该来的呀，躲不掉的，那就杀掉好了。退下吧。是。我们来这里本来就是找人，如今人自己已经来了，就不必打。哼，我们已经有12年未见了吧，法业尊者，或者应该叫你碎空刀王仁孙。嘿，原来是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呀。长相大奸，锦贤公公。哼，各位客官，官方微信幕后爆料，神秘设定、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均已上线，此时扫码关注便可免费领取。终于找到吃的了。
该来的大雨已经来了。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这一次用什么呢？这和尚果然邪门。那是什么？和尚，最后问你一句，要不要跟我走？